兄弟们，新赛季更新了，更新的这个新皮肤真好看，长得跟个黑煤球一样。不要来偷走你的噩梦。不行，我也想整一个，可问题是我这彩虹币也不够啊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有了，我去充点不就行了？不是，这微信这点钱我怎么充啊？哎，我有了！今天我刷视频，看到一个这样的视频，我发现了单重盲盒必出死皮的秘密。首先，我们脱光衣服来到主题乐园，然后跑到角落里和海藻偷偷对话。对话完毕后，来到这个火山口，直接飞到异域星球上，然后在星球上一直跑呀跑，找到这颗六角星，举着它来到传送门旁边，点击盲盒商店。注意看，我第一次抽奖哦，直接单抽选择第三个跳动的盲盒，这样就能抽到紫皮了。啊，好，这样我不就能一发就能抽到，还能剩很多彩虹币。首先我们脱光衣服来到主题乐园。首先我们脱光衣服来到主题乐园。你别说，这好久没脱衣服，冷不丁一下还有点冷。然后跑到角落里和海藻偷偷对话。对话完毕后，来到这个火山口，直接飞到异域星球上。然后在星球上一直跑呀跑，找到这颗六角星。举着它来到传送门旁边，点击盲盒商店。注意看，我第一次抽奖哦。接单抽，选择第三个跳动的盲盒。近在桥是爱情如烈火。你好，这不是一样的吗？这样也能赚到钱？我真的是这个直接报警吧，这个真的没有区别。不行，这小子骗我彩虹币，你还我彩虹币。